黑猫的即便是黑猫。欢迎收看波波接地气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宫崎骏的每部动画的角色都长得非常像呢？那我们今天就准备一些考题，要来考考路人们到底认不认得出来每一部的角色们。走吧。最喜欢哪一部？霍尔的移动城堡，他很帅。霍尔的移动城堡，他很帅。大家小时候的梦中情。对啊。蛮帅，很有趣。霍尔冰箱绒毛，大只绒毛，躺起来很舒服。你完全没看过吗？神隐少女没看过？没看过。霍尔的移动城堡，什么东西？那你最喜欢哪一部？为什么你发音很像日本人？我认识乔森了。等一下，日本动画你不看？Sorry。我喜欢那个黑色的，黑色小小只的那个，喜欢那种小小黑黑的。你也是小小黑黑的。我知道啊。风之谷吗？喜欢他的。Girl Power， 我蛮喜欢他 Kiki， 因为他我觉得他很可爱。现在要考你们几张照片，然后呢，你要看那个照片猜出他是哪一部。霍尔的移动城堡。霍尔，霍尔的移动城堡。嘿。小魔女吗？小魔女是黑猫。这个黑猫的即便是黑猫，它是宅急便。魔女宅急便。好眼熟，萤火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画面啊？是印象绒毛，最喜欢绒毛。是印象绒毛。猫报恩，豆豆了。猫的报恩。猫的报恩，不是，这不是，猫的，不是，就跟你说不是。猫的报恩。猫的报恩。可以猜就好了。猫的报恩吗？是苏菲吧？男生是拉小提琴。哦，星之谷。画公主吗？我记得他街屋上有艾莉缇，答对了。阿丽蒂，阿丽蒂，神隐少女，这个很像龙猫哎。神隐少女，就是那个飞鼠，那个神隐少女那个。我发现我没有童年哎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一个女主角啊。然后魔法公主，这个都不用讲。风起吗？风起吧。好啦，是风起。爸爸，他直接登进风起。小美人鱼，这是谁啊？蜗牛，蜗牛，蜗牛，蜗牛吗？蜗牛的那个吗？蜗牛，我想不起来，这我认识的。有一个男生啊，每个都有一个男生。可是他的脸都很像。有坏人，然后有那种大巨人的那个，那项链会发亮。魔女宅急便。啊，不陷阱。天空之城。苏菲，我不是苏菲吧？又是一个鬼打墙回来。这是什么？这个还没看过哎。Get to think。阿皮很会，他超厉害的。龙的那个《地海战记》。地海战记。移动城堡里面那只狗。霍尔。对，移动城堡。霍尔的移动城堡。霍尔吗？神隐少女啦。霍尔，霍尔。这应该也是天空之城吧？对。不是吗？有印象。有。哎，他不是那个吗？等一下。很眼熟的啦，对啊，他很眼熟。提示：他是面包店老板娘。魔女宅急便，魔女宅急便，魔女宅急便。Imagine the Dakuvin， 风之谷，ナウシカ，風の谷のナウシカ，风之谷，对，风之谷，风之谷的那个船。風の谷のナウシカ，神隐少女吗？哈士亮，麒麟王吧？这真的是，这是同一个剧吗？就知道，是盗版的吧？这名就是那个别的系的名字，不是那个。像素的，这种像素的。在天空打仗啊？空中之城吗？红猪啊，红猪吗？红猪，红猪，对，那是猪吗？是猪开飞机。是猪开飞机。是。可是我不知道。啊，这个猫的报恩。猫的报。猫的报恩，都不用讲了，可以猜就好了。猫的报恩，对，猫的报恩，我们看过。那还有第二关，还有第二关，男女主角配对。这哪是？这什么啊？是白龙吗？是两个也长太像了吧？你们会的已经贴完了吗？对啊，放弃，你们直接放弃。看起来就跟他蛮配的，可是画风好像不太一样。好可怕啊！那你们哪知道？我不认识他。当你们最后几个贴的都贴错。这错不是猪会配一个人吗？你们猪关的。爹地，不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吗？不是。那看这个。你为什么跳过正确？
好，那你觉得里面你的理想型是谁？这个啊，就是霍尔。没错，就是他。那你呢？这其实是，可这个感觉还是这个好。不要玩这个。你要白龙还是爬石亮？不要。ジブリ大好き。好，谢谢你们，好可爱。